台北空气超新鲜的，有没有？舒服太多了，每次在工作室真的是来台北那个心情就是特别的跳跃，对，就是会有一种兴奋的感觉。而且说实在的，两个人的画面感确实比三个人。最近自己不高兴啊？对啊，对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欸，没有，开玩笑，来真的了，来这边要干嘛啦？我们今天业配的主题是没有，不是每次都提到发方，下次、啊、说到他的钱，那个业配金额谈不拢，水饺的数量谈不拢，所以水饺数量谈不拢。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按下去哦。上面都妹子啊，嗯，啊，我要爬八楼，这么隐蔽啊？开门。今天就是来到杰洛克，这是我们的店长阿宗。大家好。我们杰洛克大概这样子成立多久的时间？第一年开始到现在，东区加起来应该有八年。所以听起来这样子的话，你们店有搬过就对了。对对对，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中山二楼营业的话，会比较吃亏一点，可是却有那种可能 VIP 的那一种氛围。对，应该说一开始我们老板想要营造的就是有类似那种日本的元素那种店家，买起店，对，在二楼或在地下室比较有点私人空间，然后就是，你今天来就是封你的时间来做你的想要的事情，量身定做的，对，就是比较不容易被打扰。我就知道说我不要什么，没有，你今天应该是比较算失望吧？不是有这边洗澡吗？啊，阿忠，等一下应该有吧？不好说。那这样子，以高老师来讲，你们是所谓的先驱。如果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算是最早早期在台北做 girls 的店家之一啦，数一数二就这样子，非常。也，他比较含蓄啊，他比较含蓄，对，有没有就是比较早。像我们早期有拍过 girls， 第二次看，其实他的仪式的那种礼拜稿，哦不是，不是啊，那个质感真的是一般的仪式稍微比不上。一分钱一分货。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十字架的部分啊，十字架中间的部分有一点差异。像这样的话，价格会有差吗？有，现在大概在日本的行情还会落在13万，那它的话就会落在可能将近到30万，甚至30万以上的一个行情。哇，那是两倍以上哎。那有没有什么值得介绍，或者是你们比较推荐的？那我们的话，我们在台湾的话，代理的像是这个叫 Horse and Blue HB。独家代理的影视品牌 HB 是，对，其实也是蛮震撼的，很丰富啊。这一串看起来蛮帅的。入门的话，单支羽毛的价格大概会落在哪边？它的平均的售价大概都在3000到5000不等，甚至再高一点的话，可能到8000块，轻轻松松啊，真的是比较亲民的。所以这边提供给有在观看的一些消费者，如果说你们 Goros 这个跳板太高的话，可以从这个开始入门。扛不住，可以选选。对啊，扛不住你可以。昨天输的话就买这个。是，输了还要买啊？有吧，还有零头吧？还有零头。像这样子一整组的话，我很好奇它的价位要多少才够买？因为它这个导印的部分的话是 HB 品牌的一个代表物，如果现在要买，大概也会落在快30万这个价格。光这一只老鹰，光老鹰的，光老鹰就30万。这个品牌它的集聚是也是蛮大的，对不对？对，也是有一个集聚的。他们有出麻雀或小鸡吗？你说的没有，我的 label 大概就只能抓在那边。我就奇怪了。好，那我问一个消费者可能最想要知道的问题，是一款可能就是一整个 set， 然后可是比较基本款，也不用说那么贵的，可能我觉得就高中生，我刚满大学，就想要装。我就想要装逼，我就想要装屌。对，哎，你怎么问到我心声了？真的吗？轻轻松松啊。大概需要准备多少钱？如果以羽毛来说的话，基本的一个配套，其实平均的售价大概会落在1万到15000左右，甚至可能1万内就可以。我们还是有很多别的风格可以让他做选择，其实选择很多。但口袋够不够深啊？有些人都买了，如果不介意也可以都买了。当然，在我们是最开心。好的，现在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杰洛克的灵魂人物兼快跟爱好者老叶。其实啊，我们刚刚进来这一块的氛围是特别的突出。对，因为就是还蛮喜欢种一些比较特别的植物，花花草草之类的。对对对。啊、那像这样子，快跟你本身自己接触多久？大概2年左右吧。其实，在亚洲，台湾算比较慢起步。如果说以我们一般的新手，投资多少的金额，一个最基础的盆栽开始入门？其实它的range很
从几百块到几万块都有。然后它其实有分两种，一种是原生，原生的就是你从国外直接进口来的，通常这个就会比较贵。但是有些在台湾它是可以去做培育繁殖，它那个就是繁殖出来就会很便宜。像快根它其实都是生长在比较艰苦的环境，对，它们必须要保护自己嘛。像台中或是南部的天气，他们可能天气就蛮适合，因为他们就有足够的阳光去养这些东西。可是像台北可能很常下雨，他可能就会没有充足的阳光。然后第一个他可能也怕太潮湿，所以可能就很容易生病什么的。我先现场看到，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叫做植物灯，温度上面也有提供吗？温度还好，主要是光线光源、啊，因为它就是会有那个植物的系数，它可以吸收它的那个光合作用。它的流行度啊，你会觉得说未来是非常看好的吗？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好。其实我是从日本那边的文化，稍微带进来，让我对快根的认知。然后他们不管在盆具上面也好，比较特别形状的快根，那我觉得说，哎，这好像对生活品味是有加分。光坐在这边，我就觉得我整个人气质是整个爆发的。因为它是有赋予生命，对，所以在养殖上面是可能更会有所谓的成就感。对，然后再就是你的搭配，这个可能就是会跟我们刚才前面介绍的公司一样，从新手变成一个玩家级的话，其实这个坑也是蛮大的。对，因为你会越买越多，对，就变这个样子，就越来越上手嘛，越来越肯定自己了。这些全部的快根啊，是真的都有在贩售，还是很多东西都是你个人收藏？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我个人收藏。你真的很喜欢呢？以我个人认识啊，就是如果说快根玩到一个境界的话，那是不是盆具也相对来的重要？一些大品牌，比如说 Fragment 啊，或是 Neighborhood， 他们都有相应的物理。你今天养快根，其实也不用买到很贵的盆具是没错，但是我就是看每个人的想法跟价值观，我们有做一个三方联名的播具。杰洛克他们自己有做一系列的播具，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现场实际上面的购买，或者是来看一下这个质感，还蛮不错的。这好可爱哦。哎，这个我会喜欢呢。这个可能比较符合我，可能第一个想入手，因为完全不用怕说过了几天被我养死。这个是什么？可以帮我们跟观众介绍一下？跟我朋友研发的一个，它跟植物作为一个形态，然后算是一个布偶吧。相同植物单位的品牌，他们有推出类似的产品，然后我也觉得蛮酷的。我想说试一下，因为我有朋友他是在做布料啦，或是衣服改的很厉害的，然后我想说就跟他一起。做一个联名这样子，因为如果说以我本身可能没有时间照顾你，然后是摆一个这个在家也是相当好看的装饰。那如果今天在荧幕面前的消费者，你们特别对这边奇珍植物有兴趣，或是想要来一探究竟，你们都可以过来。我觉得老叶也是一个蛮好的爱好者，可能可以互相交流。哇，才一个 moment， 我们就直接跳来录影区了，感觉像换一间店。有一个新朋友要值得稍微介绍一下。對對對，这位是叫阿翔，阿翔也是算颜值担当了。对。哎，叶哥，你现在是在泡咖啡？哇，泡咖啡啊！哎，他真的很有sense。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咖啡店还是在潮流店？都有，都有的兼顾。我真的蛮好奇的，就是露营也算是你们的兴趣嘛？可以这么说。说真的，我知道露营可能在这两年，不管是日本还是台湾，都算是比较红。但是会在店里面真的打造一个小的露营区，是真的台湾没几间吧？有够大的。其实主要就是有个可以让，譬如说，我们想要跟客人聊天，会有一个区块是比较舒服的。哎，这个真的是太秀了，真的。露营录到这个康章，绝对是 OK 的。我们好奇问一下，露营在台湾现在算是比较红吗？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给观众说？哪一个地点的部分吗？地点是你们真的觉得值得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其实新竹苗栗的一个地球还算不错，海拔的话也有到1000，甚至还蛮高的。可是苗栗就出国了呢。我先跟苗栗的观众朋友道个歉。那未来有什么特别想去？是蛮想在这边去的富士山。富士山所以整个店里面的心路历程，对你一开始想象中会更有兴趣，或是没有让自己失望的，就是整个台湾的消费观。应该说是市场的部分，像是盆栽的市场，好像这半年来没有像是之前这么夯，对不对？就是有点退烧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季节的问题啊，季节的问题。对，因为主要是冬天没什么植物，因为台湾其实不太适合冬季。OK， 对，所以夏行的就是比较热一点。种植物的风潮就这样，有没有听到？所以现在要买植物，现在就先来买，对不对？等下夏天涨价你就买不到了。我们每一次好像在做一些店家专访的时候，店家好像都会试出一些商品来给我们观众，对，给我们的粉丝回馈一下。对对对。今天老叶是不是有为我们观众带来三样奖品的部分要送给大家？是，那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黑魔店，黑魔店，我刚才说的上海有。
下一个的话是送小黑做的东西。那好像是不是还有一个录影装备要提供给大家？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出的品牌自创品牌。对对对，就是它你可以拿来放系统配件啊，或者你可以放其他你的一些小东西。其实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对啊，放进去。我们三个奖品都会放在底下的抽奖的连结，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再进行抽奖。然后我们这一次是来杰洛克做一次的电访，那也谢谢老叶跟那个。对，对，拍手，不要过分了，突然忘记了，他要带我们去露营找妹子，我但对不起，对不起，再给我一次机会。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王颖中年，下次见，拜拜。观众，我要去撬了，拜。